哦，战斗就是那个大神功课，有有有，好，有有有，好，好，对对对，好，嗨嗨，嗨，这里是比林。哦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今天这一个简报，加入好友趁现在，如果你现在手边用的是手机的话，首先跟上次一样，就是目前交友主页大家有没有准个人页面，可不可以真的假的已经写好了一个可以展示像 GitHub 一样展示你所有贡献的个人页面，然后会从就是灰色到深比较深阶的橘色，看得出来你在每一天不同的贡献，那同时也可以变换个人的头像，变换个人的显示名称，还可以捏一张可爱的脸，还可以写你的自我介绍，并且拥有一个就是专属于自己的特殊网址。那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今天的一直到今天仍然是热门讯息，就是每个人刷一次外面的 QR code， 8亿元就会进了唐木的口袋，所以大家应该以后要自己带笔用写的，不要另外扫 QR code。但这就是一直错误讯息啊，因为8亿元其实是为了电信处理费用，并不是按照简讯实际使用的则数多寡逐笔计算费用。这则讯息一直到今天都还是一则极度热门讯息。那还有另外一则不实讯息是说呢，哦，那个妈祖，天上圣母妈祖呢，就要求大家说不可以穿黑色礼服，大概上个礼拜吧，是三节的末日，这就所有的病毒都是因为瘟神下凡，所以是在这段期间我们应该要避免穿黑色，但这件事一点都没有道理，我觉得黑色是适合所有人的颜色，所以这些宣称用信仰啊或者迷信来误导民众的讯息，其实是不断的在我们父母的群组里面流传的。那实际上科贝真的讲就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，如果你收到讯息的时候你就转传给他，就可以收到查证资讯，那以后遇到想查东西都可以分享给他，他就会告诉你说其他人查过什么样的资料。那机器人之所以要回什么，是因为后面有资料库，或者不找不到的话就会问对方是不是可以帮忙回报这则讯息，后来讯息就出现在网站上面，我们今天要找的就是写作者，希望可以让编辑进来看讯息看回应。目前已经有超过56000则不同的讯息了，然后现在我们讲的这就是写作者跟工程师，所有人都可以使用这些资料。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呢会邀请大家一起来解 issue， 我们有一些 Google's issue 还有一些回应需要帮忙，我们在找 Node.js 跟 React.js 工程师，那准备了网站跟机器人的 Google's issue 都已经列出来了，那 ORZ 也在线上有工程师可以找他，因为我不会写程式，不要找我。我们可以一起让网站跟机器人变得更好用。那如果跟我一样不会写程式的话，希望可以找到一起来回复资料库讯息的人，只要会 Google 会上网查资料就可以了。那还有省现有的资料，其实只要按赞跟按不赞，非常欢迎新手，这是一则非常适合新手的入门坑。当网站上面写的东西呢，以后就会变机器人的回应，所有人都会看得到。那我们还需要就是修正目前的 AI 的讯息分类，所以呢会需要找到就是可以回讯息，然后一起动手修正分类，让 AI 更准确，然后也可以订阅列表，那可以跟 APP 做互动。我们就在旁边第7号房，谢谢大家等待。好，时间到，谢谢，好。